宿主。 我在这儿呢，啊，你放心，雪桂已经被抓了，你现在在家里很安全，别怕。稍退了点，感觉好些了吗？ 谢谢王爷，我只是做了个噩梦，梦见你又不要我。我既然已经答应了你，便不会出尔反尔。楚楚，记住，以后无论遇到什么难处，我都会尽力帮你解决的。我没有难处，只是做了个梦而已。在梦里也要记得。嗯，我记住了。 先把药喝了。嗯，楚楚醒了，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王爷，许如归已经熬不住了。好，我去看看。你一会儿吃点东西，就回县衙休息吧。好。